我哋深信观众嘅眼睛系雪亮嘅。边个演员演技出色，边套剧集无懈可击，观众自有公论。所以台庆颁奖典礼将会突破赛制，破天荒全民公投，一人一票，百分百民意，选出三大奖项。万千星辉颁奖典礼2012，今晚8点，成就划时代电视选举。